但是每个人几乎每天会吃得到这种最基本的一个我们在生活上最基本的一个食物的那你说这一个都把关不好的话，我们怎么敢期待在别的一些食安问题上能够做得更好？我是觉得蛮离谱的。旁白哥爆爆徐乃麟炮轰进口坏蛋离谱，周六儿子请喜酒斥资百万。就是你像这个一桌菜，你像台北都是四万上下，对，这个酒席一桌就要加起来就要100多了。再加一些灯光音响舞台啊，所有的没的。是徐乃麟家有喜事，儿子徐新阳和俄罗斯籍女友宋蕊安婚宴定于9月23号五星级饭店席开35桌。婚纱就林立啊，帮他们设计赞助啊，就还好，能省则省吧。他才说了嘴就打了嘴，规格我都用的是最高规格嘛。来办理，都是挑最贵的菜这样子。对啊，那我们不能厚此薄彼啊，是不是？就儿子女儿当然会讲，为什么妹妹比较好，我比较差。派开一箱一箱封存的鸡蛋，这是巴西的。最近过期进口蛋流入市面，闹到农业部部长陈吉仲下台一鞠躬。既然讲到了喜宴酒席，娱乐记者也懂得打蛇随棍上。那最近有一些那个鸡蛋的风波，你会不会注意那个菜色？我是觉得蛮离谱，但是每个人几乎每天会吃得到这种最基本的一个我们在生活上最基本的一个食物的那你说这一个都把关不好的话，我们怎么敢期待在别的一些食安问题上能够做得更好？你说像以前来猪，那我们就不吃猪肉就好，但鸡蛋是你几乎每天都吃到，而且你很多的食品都会用到，你的糕点啊，很多东西都会用得到。糕点，三月时奶哥砸了400万开面包店，应该也会用到很多鸡蛋吧？所以我们那时候用的鸡蛋呢，就是我们本地产的，而且我们是独家来配合，比较贵了一两块了，比市面上贵了一两块了。三立娱乐新闻最高规格报道。